大家好，我是台风国际法法理建国连线黄胜峰。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中华民国政府可以透过在对日宣战的时候片面废除，跟日本之间签订的条约，而去取得台澎主权吗？OK， 那关于这个题目呢，我想其实答案很简单哈，答案是不行啊。中华民国政府呢，无法透过在对日宣战的时候片面废止。他跟日本之间签订的这个条约哈，包含马关条约哈，去取得台澎主权。那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呢，这个条约呢是两个国家之间哈，依照国际法所签订的一个承诺，双方所签订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呢，像这一种承诺呢，你不可能因为片面的、单方面的去取消啊。然后呢，就使得原本这个条约就失去效力啊，在国际法上面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呢，中华民国政府呢，它不可能啊，就是透过这个对日宣战的时候呢，片面废止它跟日本之间所签订的条约，然后呢，来取得台澎主权啊。那另外一点呢，很重要就是说。在战争期间呢，就是两个国家彼此间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因为彼此都已经在打仗了，所以很多之前过去所讨论的、所达成的一些协议、所达成的一些承诺，在战争期间没有办法、没有继续履行，那个其实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既然就是双方都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心平气和的去讨论事情的时候，那之前彼此所承诺说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条约呢，在进入战争状态的时候，其实条约是处于一个没有办法实施、没有办法执行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对于在条约里面所约定的那一种应该要持续进行的那一些事情呢。在战争期间就可能就，因为双方根本就没有不可能好好的去和平的去往来，所以像这些条约，它会处于一个没有办法执行、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的一个状态啊。这只是现实上的状态，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条约就是两个国家宣战之后呢，那这个条约它因此呢就失去了效力，因此就被废止了哈。那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效果。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在条约里面，你肯定会约定一些事情哈。那有一些事情呢，是条约生效之后呢，会持续做的事情；那有一些事情呢，是条约生效之后呢，只会做一次的事情啊。那什么是只会做一次的事情呢？譬如说像那个领土的割让啊，然后还有那个金钱，就是罚款啊，或者说赔偿款的一些给付啊，那什么东西是持续会进行的呢？譬如说我今天一块土地让给你，让你当租借区啊，或者是我今天让你有这个治外法权啊，那你今天如果说有你的国民在我的领土上面如果犯罪的话，那你的法院可以去审理你的在虽然他在我的国土上犯罪，但是你的法院可以审理在我的国土上犯罪的你的国家国民啊，像这一种呢，这个是持续进行的啊。那我们就要理解，就是说，像那一种这个只要做一次就结束的这一种约定呢，不管你今天是宣战也好啊，或者是你今天处于一个战争状态也好，因为它只要做一次就结束，你不会继续进行了啊，所以呢。你今天你就算是宣战了，你也不会去影响到那个原本这一个只做一次就完成的这一些事情的执行，因为你早就执行完毕了啊。那如果说今天是那种你和条约成立之后呢，会持续发生作用的那一种，譬如说我要把我的土地继续让你当租借啊，或者是其他这一些，类似像这一种的，那它就有可能哦，因为说这个双方宣战了，然后。没有办法继续运作了，没有办法，实质上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这个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发挥作用啊。但是不管怎么讲，不管你今天你是一个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这个约定，或者是和条约生效之后，
会持续发挥作用的这一些约定啊，都不会因为说你今天在宣战的时候片面就是废止这些条约啊，然后呢就使得说这个效力全部都要恢复原状啊。特别就是譬如说像这个割让领土这个事情啊，这个因为它是只需要做一次就完成的事情了啊，所以如果说你之后后来你说你去废止啊，片面去废止这个条约，那因为这个条约原本约定要做事情早就已经完成了，所以你就算把它废止也是没有用的啊，就算把它废止，东西也不会还给你啊。就像说我今天废止了当初我就说我本来约定我的钱我要给你，我要给你多少钱啊，那后来就是这个我跟着这个约定呢，后来就废止了啊。那因为这个废止呢，它是我是在废止之前把钱给你的，所以我给你这动作是有效的，并没有法律上是有效的，所以我已经给完了，那就结束了，所以我要做事情已经完成了，你就算是废止了，他也不会因此而变成说我给你的钱你要再还给我，并没有这种情形。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就知道，就是说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呢无法透过在对日宣战的时候片面废止马关条约在内的这一些跟日本签订的条约哈，然后来让台澎主权哈回归到中华民国手上。 OK， 好，那这题目我们就说明到这里，好，谢谢大家。